现在我们继续开会，请宣读今天议程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中央警察大学、消防署及所属议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务总队收支部分，仅处理议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务总队提案。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新住民发展基金、研发及产业促进替代役基金收支部分，宣读完毕。好，现在啊，我们来介绍列席的官员。首先，我第一位介绍我们内政部我们的叶部长。还有内政部会计处宋处长，再来我们议政室我们的林室长，还有我们移民室的何处长，还有空勤勤务总队我们的董总队长，还有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我们的刘专门委员，还有基金预算处我们的戴科长。谢谢。那我们今天主要处理106年度议政署、移民署及空中勤务总队收支部分及特别收入基金，请宣读预算事及委员提案。106年度议政署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议政署120万元，第一目赔偿收入120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议政署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议政署22万元，第一目杂项收入22万元。106年度议政署税出预算，议政署预算数67亿3294万1000元，一般行政1亿8302万7000元，议政业务65亿4791万4000元，第三目第一备金200万元，特别收入基金内政部主管研发及产业迅速替代役基金附属单位预算，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基金来源用途及余数部分，基金来源16亿4886万3000元，基金用途15亿715万5000元，本期剩余1亿4170万8000元，结缴国库金额无列数，补办预算无列数。106年度移民署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移民署2亿5000万元，第一目罚金发言及代金2亿4976万3000元，第二目赔偿收入23万7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移民署34亿2212万7000元，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34万2212万7000元，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无列数，第四款财产收入，移民署139万8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129万8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10万元，第七款其他收入，移民署87万3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87万3000元。移民署税出预算，预算数43亿5026万6000元，一般行政32亿917万2000元，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11亿1695万1000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2214万3000元，第四目第一备金200万元。内政部主管新住民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业务部分请参阅。基金来源用途及其余处，基金来源3亿320万元，基金用途3亿1595万8000元，本期短处1275万8000元，结缴国库金额无列数，补办预算无列数。
106年度空中勤务总队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空中勤务总队182万5千元，第一目赔偿收入182万5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空中勤务总队93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33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60000元，第七款其他收入，空中勤务总队192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192000元。106年度空中勤务总队税出预算，空中勤务总队预算数211664万9千元，第一目一般行政4亿31万6千元，第二目空中勤务业务17亿1533万3千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无列数，第四目第一预备金100万元。委员提案，内政部意见署委员提案，税入部分，106年预算提案增列税入300万元，税出部分，通案第一案，106年度义赈业务奖补助费建议删减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通案第二案，第一目一般行政义赈业务费减列1/10，第一目第一案一般行政三节慰问金642000元，全数减列。第一目第二案退休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减列474000元。第二目第一案义赈业务费冻结100万元。第二目第二案减列义赈业务500万元。第二目第三案减列义赈业务项下有关办理替代役役男法纪教育讲习及定期在职训练等费用822万5千元。第二目第四案减列义赈业务委办会业务100万元。第二目第五案案件计酬薪资编列预算2224万4千元，冻结1000万元。第二目第六案征兵处理大陆地区理会145000元，全数冻结。第二目第七案，第二目第八案义赈业务征兵处理减列1000万元，另冻结1000万元。第二目第九案义赈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冻结300万元。第二目第十案，义赈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冻结5%。第二目第十一案，义赈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减列1000万元，另冻结2000万元。第二目十二案，办理替代役工作，冻结1000万元。第二目十三案，义赈业务替代役役男薪给含奖金，冻结1000万元。第二目十四案，义赈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人事费，冻结5500万元。第二目十五案，办理替代役工作业务费，冻结1亿元。第十六案，义赈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业务费，冻结3000万元。第二目十七案，办理替代役工作业务费删减100万元。第二目第十八案，办理替代役工作业务费删减100万元。第二目十九案，办理替代役工作冻结10万元。第二目二十案，办理替代役工作减列513000元。第二目二十一案，办理替代役工作编列替代役役男薪给含奖金，减列113万元。第二目二十二案，义赈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冻结100万元。第二目二十三案，办理替代役工作冻结200万元。第二目二十四案，
办理替代役工作，为减少役男服勤适应不良及防范自杀发生，办理转介諮商辅导等工作业务费628.8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二目25万，落实替代役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督导工作，人事费50万元，业务费352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二目26万，办理替代役工作辅导、教育、转介、諮商辅导等业务费628.8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二目27案，替代役工作编列628.8万元，冻结1/4。第二目28案，役政业务办理替代役工作业务费及办理相关教育讲习等经费1451.3万元，冻结1/5。主决议第一案，要求役政署会同相关单位就政府机关养成惯性运用替代役男，形同需用机关人事费及外包业务费隐藏一事，通盘检讨，避免事后预期变动或可用员额减少时造成业务衔接问题。主决议第二案，要求役政署切实遵循立法院决议，通盘检讨替代役男配置问题，并研议增加社会服务役类别员额配置，并强化社会服务工作。主决议第三案，役政署于3个月内检讨役男拨交比例，适度增加社会服务役类别员额配置。主决议第四案，要求役政署针对替代役男之配置，应参据本院103年度预算案决议，严拟增加社会服务役类别员配置员额，并于3个月内向内政委员会报告。主决议第五案，要求役政署加强催收相关作为，减少替代役工作内管经费剩余待纳库数，臂力国家资源有效应用。主决议第六案，要求役政署事后需就经费项目内容切实编列，臂力预算审查，以促进国家资源有效应用。研发及产业训处替代役基金委员提案，冻结100万元，是役政署向内政委员会就研发替代役役男权益保障方案与寻访查效益提升计划或并经同意时的动支。第二案，建议将员额审查核配役男报名甄选及成效管考计划之预算3/50万元。第三案，为遵节政府支出，本业务计划3/200万元。内政部移民署委员提案，税入部分，委员提案，移民署税入增列5000万元。税入预算第二案，罚金罚源部分，在台湾地区非法刊登与大陆地区人民婚姻媒合之广告，增列200万元，及违反跨国婚姻媒合广告，增列200万元，共计增列400万元。移民署第一目税出提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人员维持费用317,873.6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一目第二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3/43万6千元。第三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项下教育训练费用3/30%。第一目第四案，移民行政特考3/4等录取人员专业训练费用549,000元，全数冻结。第一目第五案，办理员工文康活动569.4万元，减列284.7万元。第一目第六案，办理员工文康活动所需经费减列100万元，冻结200万元。
第一目第七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当年度退休指人员纪念品减列20万元。第一目第八案，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全数减列。第九案，退休职人员三节慰问金141万减列92,200元。第二目第一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11亿1695万1000元减列200万元。第二目第二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冻结10%。第二目第三案，入出国及管理业务冻结10%。第二目第四案，入出国及管理业务冻结200万元。第二目第五案，贯彻执行入出国及移民政策，编列1亿8969万5000元，减列400万元。第二目第六案，贯彻执行入出国及移民政策，冻结1/10。第二目第七案，专勤队服务站收容所及国境事务等人员服装费，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二目第八案，贯彻执行入出国及移民政策，办公业务费用等1065万1000元，减列200万元。第九案，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编列345,000元，全数冻结。第二目第十案，办理海外事务及轮流管理工作，大陆地区旅费212,000元，冻结50,000元。第二目十一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向下建立整体性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资金系统，减列1,000万元。第二目十二案，建立整体性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资金系统，冻结10%。第十三案，建立整体性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资金系统，冻结1,000万元。第二目十四案，建构新住民数位公平机会计划及办理移民辅导人口贩运防治及居留定居管理计划补助新住民发展基金，减列100万元。第二目十五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减列1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二目十六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编列建构新住民数位公平机会计划及办理移民辅导人口贩运防治及居留定居地管理计划补助新住民发展基金，冻结1,000万元。第十七案，资讯系统及电脑相关软硬体设备维护费减列1,000万元，冻结4,000万元。第二目十八案，资讯系统及电脑相关软体设备维护减列253万元。第二目十九案，资讯系统及电脑相关软硬体设备维护冻结1/5。第二目二十案，资讯系统及电脑相关软硬体设备维护费冻结100万元。二十一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系统查验通关系统维护等经费，冻结300万元。第二目二十二案，移民资讯云端服务发展计划，减列100万元。第二目二十三案，移民资讯云端服务发展计划，冻结5,000万元。第二目二十四案，建构新住民数位公平机会计划，减列1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二目二十五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建构新住民数位公平机会计划，冻结1/3。第二目二十六案，建构新住民数位公平机会计划，冻结1/4。二十七案，维运新住民数位资讯一网及电子书等整合平台，新住民资讯一网扩充数位学习课程开设，以制作线上教学
冻结500万元。28案，建构新住民数位公民机会计划中编列培训具新住民母语能力之资讯师资及办理新住民教育训练实务操作实习及职能训练教育3400万元，减列400万元。29案，移民辅导人口贩运防治及居留定居管理，冻结10%。第2目30案，移民辅导人口贩运防治及居留定居管理业务费，冻结2000万元。31案，委托办理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冻结500万元。第2目32案，办理移民人权、新住民相关议题探讨、讲习、协调汇报、座谈、展示、交流活动等经费，冻结50万元。第2目33案，补捐助办理新住民家庭语言文化体验学习及相关培力课程计划，冻结1000万元。第2目34案，补助新住民发展基金3亿元，冻结1000万元。第35案，补助新住民发展基金3亿元，冻结1000万元。第2目36案，对特种基金之补助，冻结1/5。37案，办理防治人口贩运各项工作，冻结300万元。38案，加强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规划计划，3减50万元，并冻结200万元。39案，入出国及移民管理业务，加强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计划，冻结540万4000元。第2目40案，加强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规划，540万4000元，冻结27万元。第2目41案，加强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计划编列540万4000元，冻结1/4。第2目42案，加强入出国及移民管理规划，冻结10%。第43案，入出国及管理业务向下减列500万元。44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减列100万2000元。45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冻结300万元。46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冻结500万元。47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2目48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冻结25%。49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冻结10%。第2目50案，执行外来人口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业务费，冻结1000万元。51案，执行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服务及违法调查处理业务业务费，冻结1/4。52案，编列各服务站事务机器陈设防护等及用具购置经费130万1000元，减列50万元。53案，编列陆客自由行政策之电话咨询及协助人力等经费956万6000元，减列100万元。54案，执行外来人口访查仪查查外国人士、大陆地区人民及观光客来台违反入出国及移民相关作业之调查处理、面谈业务规划及国境内面谈工作协调维系工作经费等，减列300万元。55案，执行国境管理及查验许可，冻结100万元。第3目第1案，交通及运输设备编列2214万3000元，冻结30%。主决议第1案，
要求移民署应会同劳动部与相关民间非政府组织积极就保障外籍移工权益，以防止不明外籍移工人数继续攀升等议题相互合作，并积极研拟相关政策，并以每季提交报告送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必力由源头解决问题，落实人权保障。主决议第二案，为检视新住民辅导政策之成效，落实政府资讯公开，移民署所有委外研究及调查应于结案后一个月内对外公布完整版研究或调查报告。主决议第三案，移民署应针对此新入境措施召开沟通会议，充分告知各相关单位该办理手续线上线后之执行做法，并达成共识，避免相关单位人也不清楚新措施而延迟通关作业。主决议第四案，要求移民署就改善收容所职员男女比例与内政委员会报告，以保障收容人之人权。新住民发展基金委员提案，基金用途办理新住民家庭学习成长及子女托育多元化推广及相关宣导经费，冻结200万元。委员提案第二案，补捐助办理多元文化推广及相关宣导计划，减内600万元，冻结2000万元。提案三，冻结补捐助办理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计划1000万元。第四案，删减委托办理各地方政府友善城市满意度调查会300万元。第五案，办理新住民创新服务人才培力及活化产业社区计划，补捐助办理新住民及其子女辅导研究计划，删减300万元。第六案，一般行政管理计划，冻结200万元。第七案主决议，为督促内政部移民署妥善应用新住民发展基金之宣导经费，移民署应每一季提报补捐助办理多元文化推广及相关宣导计划执行情形，包括日期、主要内容、宣导文方式、刊登时间、次数、总金额、托拨对象及办理单位。空中勤务总队委员提案通案第一案，水电费编列1100万元，减列10%。第一目第一案，删除空中勤务总队员工文刊活动费1/2。第一目第二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一般事务费减列100万元。第三案，空中救灾救难任务执行成效等宣导广告及文宣品制作全数减列。第四案，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减列546000元。第五案，退休子人员三节慰问金延列546000元，减列12000元。第二目第一案，空中勤务业务冻结预算200万元。第二案，航务机务飞安教育训练费冻结20%。第三案，空中勤务航务机务飞安冻结1/5。第四案，赴美国接受黑鹰直升机飞行人员种子教官国外训练经费及美方种子教官训练经费，减列400万元。第五案，美方种子教官及国内训练经费编列6084万7000元，冻结300万元。第六案，黑鹰直升机种子人员训练暨初次航载筹补计划编列8亿72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七案，直升机维护保养所需维护费7亿5800万
800万元，减列20%。第二目第八案，飞机维护5年忠诚计划费用8850万元，冻结1亿元。第九案，飞机维护5年忠诚计划编列7亿8850万元，冻结20%。第十案，设备及机械设备养护费编列7亿580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十一案，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办理直升机维护保养所需业务费，冻结2000万元。第十二案，直升机维护保养维护经费编列7亿5800万，冻结2000万元。十三案，办理飞机维护5年忠诚计划，冻结500万元。十四案，大陆地区旅费82000元删减。第十五案，空中勤务航务机务飞安勤务棚厂厅设新建整修工程，冻结200万元。第二目十六案，勤务厂棚厅设新建整修工程，冻结1500万元。主决议要求空中勤务总队应依照规划期程，定期提出进度报告，回报内政委员会。宣读完毕。哎，辛苦了，练了很久。那现在我们进行协商，协商的时候，委员提案数较少的单位先行协商，所以空勤勤务总队是第一个先行协商，再来议政室，第三个再来移民室，那个预算的审查。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那个移民室可能啊，你们待命到不要在这边了，1点半了、待命好不好？现在可以离席，可以离开这个，好不好？好，大家别去浪费时间，跟阿娇安尼来心扎，嘿，1点半啦。无啦，无啦，我是讲叫你个点半待命，无得吃吼。咱即摆着为空勤总队安尼好无？过来移民室为少的。哎，倒无休困嘞，一点半可能就迄条钱了。好，大家建议中午不要休息啊。好，现在进行协商。移民时间啊，空勤先。空勤先，空勤。这是七。移民署吗？现在啊，我们空中勤务总队单位的预算进行协商。现在，你爱好吧？虽然没有提案嘛，虽然没有提案，就照那个照案通过。现在陈怡姐所提的第一案是水电啊，水电费的。这个是通案，我们最后再来讨论，好不好？有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讨论李俊委员提案的一之一，还有我个人提案的一之二，还有一之三，都是林立常委员提案啊，都是关于一般行政事务费用里面的
一般行政事务会用，这都是相同的，相同的目啊，那好，那个请我们空勤总队说明一下，一至一、一至二、一至三。张委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有关这个一般行政的，我们在总队今年的编列啊，都是依据实务的需要，真的很据实的这个编列核算，而且我们自己已经简列啊，比去年已经简列了100多万了。所以说请各位委员再审查看看，如果认为我们这个有必要，真的希望能够维持。那有关这个文宣那个文宣品啊，那我们空勤总队的工作虽然是我们是直接跟民众接触啊，然后当然也有透过消防局，然后派遣我们的任务。那在历次的，我们不管是总队和部里的问卷调查，民众一般也希望我们都多为宣导啊，我们政府的机关啊为民众服务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概略编了一个三十万元。那相关的文宣，我们大部分现在做的都不是用这个30万去做，都是用相关的媒体啊，在国内外的媒体大概有7、8家，在去年和今年都是帮空勤总队做一些报道和文宣了、那都是免费的不计费的这个服务了。那我们未来还是会在努力这方面的啊宣导，那希望也能够维持这个金额不多的这个工作啊。恳请委员啊，把这几个案能够保留了。那个总队长啊，那个主席，我们现在是讨论一至一到一至五嘛，哈。一至二，一至三。好，我先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至一是文康活动，一至四、一至五是所谓的这个三节慰问金，我们这个都属于通案嘛。好、那通案的话，我们需要在这里讨论吗？应该就不用了。讨论，对啊。我们讨论是一至一、一至二、一至三，一至一文康活动也是通案吗？文康活动是不是通案？是不是通案？通案。啊。没有。啊？其他部会我们也是都没有处理啊。哦。我记得前几天好像是说通案。文康活动好像不是吧？是吧？啊，您讲去，那一至二、一至三都是通，但是一至三不是啊。一至三不是啊。哦。一至二不是、啊。那我的一至二是包含的比较少的，有通案有那个的。一至二不是，不是。一至二也不是。一至二不是，一至二也不是。好了，主席，我们是一至五都讲嘛哈。哎，对对对。那个我的提案一至五哈，刚刚他们来说明了哈，说是那个是因公已经顽固的哈的一个慰问金了哈，那所以我这个提案删掉了，我这提案那个撤案哈。但是我是提醒，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写，就说比较清楚一点的哈？看是不同的类目，因为这样子我们都误会啊。好，所以我这一至五撤案了。那个主席。一至三。啊，林委员，你的意见怎么样？啊，我请问。因为我们想说，空勤应该是救助，就是空中救助的部分。那空中救助应该是灾难，就是好像因为空勤，民众也不会直接去找空勤，因为您广告，民众应该是由消防队跟空勤去做结合。有民众直接一直都找空勤，那是不是广告做得太好了？因为其实。
在一般的救助，我们会觉得说，怎么会去涉猎广告这个项目啦？那空勤到底要广告什么？是让大家多使用吗？就所以这块是我们比较疑虑的。我想请那个空勤说明哈，有很多的登山，包括不当的使用我们的这个空勤的救难队。我想这个部分你能不能说明？大概有这样一年下来，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还是你们广告的太好，所以大家都来找你们？我想我们空勤基本上是服务民众嘛，哈。那这个我们就是说，如果有民众报案，我们是都会接。那接了以后会去做，如果完了以后执行完，他如果有不当，就交给消防或警政或海巡啊做后续的处理。但是平时委员讲到重点，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做平时的宣导。哎，我们就宣导说，让民众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救难的资源啊，然后不要过于腐烂或浪费。那这个也要透过一些宣导。我们现在做法有帮邀请那个从教育开始，从各级的学校来给我们参访，我们做简报报告，然后做宣导这个正确的，然后透过一些文宣品，这个不是宣传了，就是文那个宣传了、宣导了、宣导品了，不能讲说宣传，真的就是宣传，是宣导的这个精神比较重，所以说我们也编列的不多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小的一些哈，哎，对，哎，徐委员。我们宣导这个空勤总队这个直升机的部分呢、不要被滥用。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以花莲消防局来说，这个常常很多登山或者是遇到山难，第一个时间就会报空勤总队。那空勤总队基于抢救生命，他们绝对不会人道的考量，绝对都不会拒绝。但是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就像我们队长讲的，真的是应该要深入去宣导说，空勤总队的任务在哪里，然后这是全民的资源，好。在这里我是赞成不要删了、真的不要删了。有没有受惠啊？那个登山队的时候请你们去救援的时候有没有受惠？没有啊，这个再讨论了。那这样子好不好？第一幕里面啊，一之一委员的提案，一之四一之五是通案啊，一之一跟一之二啊，委员都讲说不要删啊，我们就照例通过，好不好？好、啊，一之五撤案了、啊，然后拍下。一之一到一之三通过。哈哈哈。好，第一幕的预算照例。那现在我们讨论第二幕。不删不删啊。那请空勤总队说明一下第二幕，哎。有关委员关切的离岛救护的问题啊，目前我们空勤总队担负五个离岛了啊，就是金门、马祖、澎湖、绿岛、兰屿，因为现在空勤总队啊，在机队在整并的状况下，我们从37架飞机啊，现在已经减到17架，未来要再接10架，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住在本岛、以本岛为陆基啊，在不管在高山或海上，所有的这个范围内的这个救难啊，都是由空勤总队担负，所以我们没有目前是没有办法。真的在能力上和这个照顾到所有的任务上面哈、不能就只重视在这个紧急伤患后送离岛紧急伤患后送。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只差在说没有进驻到各离岛。那从本岛起飞，比如说从台中起飞到金门或者到澎湖，只增加了一个相对的，就是飞过去的航程，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当对离岛的民众啊，是受到这个在这个黄金时间救援的精神来讲是受到影响。可是我们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啊，去执行这个离岛后送的啊，离岛后送的。那我所知道就是行政院现在也积极在办理这件事情。
未来啊，将由编列由卫福部来主政啊，编列相关预算，委办啊民间的航空单位啊，在驻岛，然后后送转诊。这个预期啊，现在可能就我个人知道的话，如果速度快的话，今年年底啊，应该都可以发包出去啊，然后尽快的时间就可以执行。但是我们跟卫福部以及各离岛的这个地方政府所达成的这个绝对做到保证做到，就是不管在民间包出去做，或者说民间中间有中断，空勤总队绝对在最绝对是无缝啊接替这个任务了啊，就是不会让离岛的民众啊在紧急医疗后送上啊有中断或有空档的时间，所以说这点跟委员报告啊。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非常赞成赵天麟委员，因为的确啊，例如在其实我们知道说空勤总队啊，其实也是非常积极执行各式各样的勤务，不过的确在非常偏远的离岛，例如说兰屿，甚至于像我个人呢、啊，曾经在桃园非常偏远的山区复兴区的后山出现了山难，有人走失，或者是这种出现偏远林班地、偏远部落的火灾需要救火。这一种，那么刚才我们有听到您报告跟说明哦，说的确因为这个架次减少，现在要跟卫福部合作，可是能不能再清楚的说明跟卫福部合作的这个成效，那可能会达到怎样救援的这个这个绩效？那以现有的架次来说，又要如何来解决我们刚刚讲的这种问题？现有的架次跟文化这个卫福部到底是怎么合作？因为总不能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飞机都在台湾，无法解决离岛的问题。好，谢委员，我就我所知道跟委员报告啊，卫福部现在编列一个长程的计划啊，然后分五年三年，总共十年的计划报给民间的，然后今年如果年底前啊，他们招标合约做好以后标出去以后，就民间航空公司进驻金门、澎湖、马祖，就是飞机进驻各有至少一架在澎湖、金门、马祖全程待命，全天二十小时待命，有任何状况他们就起飞啊送回。那兰屿绿岛哈、啊，我们在今年年底啊，卫福部没有做兰屿绿岛的这个紧急医疗后送，那只有我们空勤总队来负责，我们会在台东制航基地。停一架飞机啊，就是随时保持一架可以飞的飞机，在二十四小时待命，负责兰屿和绿岛的通那个，如果有同有有民众需要的话，我们立刻就起飞，然后就送回本岛，这样就我们空勤总会做。我刚才讲，就金门、马祖、澎湖是由卫福部请民航一般民航公司做，澎湖绿岛兰屿绿岛是我们来做。哎，我们来做，我们由我们空勤总队来负责，就是跟现在一样，我们当然没有问题啊，而且会更近，因为我们当初兰屿是要从高雄起飞的飞机去兰屿，现在我是用台东，台东飞机进入黑鹰服务这个兰屿跟绿岛的，它就没有问题啊，不用说高雄。台东飞兰屿那大概我看大概是30分钟吧。兰屿台东那边让你到30分钟以内，对，30分钟以内、哎，而且黑鹰的速度会更快，而且它能性能更好啊，对。就是将来这个都是比现在要更改善的、哎、好，我们再请黄昭顺委员。主席，我想上一次我们到金门去考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金门、马祖跟澎湖都有驻地的黑鹰住在那个城，不要再从台北再飞过去。那我刚刚 听你讲说是卫福部的，怎么会是卫福部呢？不是我们的吗？我们上次而且我们还去看过现场哎。去那个澎湖，就什么金门的那个机场下去了。金门上，对，那我们现在那些都不用了吗？现在啊，就是卫福部行政院前出来协调了。我想那个主席，我们这个事情要非常小心，因为他们今天在这里讲是卫福部，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卫福部到底有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上次去考察过，而且明确的要他们，包括因为我们。在之前我们就买了很多黑鹰嘛，我们总共买了几部黑鹰进来。我们空勤总队接15架，15架嘛，所以用空勤总队的现在来支援，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但是我听他刚才的报告说是卫福部，那卫福部的飞机是哪里来的飞机？民航的。所以上次我们去考察完，你们那个案子把它取消掉，是不是？行政院有修正了，现在调整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五百五，我们现在只有五架子，我们只有五架子。那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些预算的牵制，而且要让他们再做专案报告，因为如果说是这样子做。而我们完全，而且我们去考察完，你们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在那边做的决定，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回复给我们，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好，因为大家对金门、马祖、澎湖，大家还有包括那个兰屿那些后送，我们都非常的注意这件事，因为经常因为你们的后送产生问题。那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审这里的预算，我们并不知道卫福部是用什么样的飞机来做这件事，而且我们买了十五部黑鹰，到底现在十五部什么时候可以完全进来？因为你说现在你有五部吗？那另外的十部什么时候进来？我先跟委员报告，那个现在就是卫福部要做这件事情，我知道行政院是确定的一个政策决定方向，然后他们没有做成的之前，空勤总队持续在做，现在我们继续做，做到他们可以做的时候，我们才接交接。所以你们现在换的主席，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小心处理哈，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卫福部的进度。然后我们当时去考察，他们明确的说今年开始就会有。那黑鹰什么时候进来？还有十部什么时候进来？你总该跟我们报告吧。好，跟委员报告，黑鹰我们现在接了五部，然后明年年中接一部，然后年底接四部，就变九部，啊，总共变九部。然后109年再接六部这样。赵委员所提的案件啊，哈，这个预算是属于第二目的一个通目里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先来再继续讨论了，哈。哦，我们每一节里面再反过来讨论，赵委员的提案。啊，刚刚我们黄委员所提到了，他非常关心，如果。好，卫福部要接手以前，没有很顺利的接手以前，你空勤总队要负起这个责任，这个非常重要一个衔接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些问题。那我们继续讨论啊，二之二跟二之三啊，好，是同一个节的，嘿，好，请那个空勤总队说明。报告各委员。有关这个，我们跟海巡署的基建组合啊，我们从102年开始就积极这个两部会啊协调，然后在今年到现在为止啊，我们365机队大概几乎我们正驾驶啊2/3以上的人员都已经完成训练了啊，然后也借着国外师资来完成训练，然后海巡署的舰艇啊，包含从3000吨级啊，最大最重的吨级到2000吨到1000吨级，通通都已经完成了训练。那未来我们就是在加强我们的人员而已了哈。那至于说委员关心到的黑鹰直升机是不是可以落舰啊？因为黑鹰直升机现在第一个我们接装的数量还很少，第二个我们自己的人员都在还在陆续做各种各项的训练的这个加强，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黑鹰直升机大概可以跟海巡署的3000吨级啊，就最大的船的那个甲板的面积才够我们黑鹰直升机起降。我们也跟海巡署做了一些完成的协调，等待我们的黑鹰直升机能够有一个训练告一个段落，就会进入这个基建组合训练，然后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请委员能够说。了解，然后也兼能够支持我们这些预算的执行。主席，因为那个落舰就是我们的黑鹰怎么样落舰，其实我们在海巡包括海巡署的舰船当中还有几部是没有办法落舰的。那我想对总队长，你大概有几部，有几条舰是可以的，有几条舰是不可以的。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那个包括那边在验收的部分的时候也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本席想要知道你们总共有几部是可以落，包括海巡署的船舰，你不要随便跟我回答哈，因为我知道那有几部要他们改变的，要他们再处理的，到今天还没有处理。
件是八艘。三千吨的两艘，八艘是宜兰跟高雄舰，总共几艘？两艘，宜兰跟高雄舰。宜兰舰确定可以下了吗？他们有做，因为他在交在那个有一点问题。宜兰舰确定可以那个了吗？报委员，海巡署的强舰总共有八艘，好，有八艘，它分三千、两千、一千吨级哈。那这八艘啊，我们海豚直升机全部都落了，都跟他们配合了啊。就是海豚直升机比较小的那八艘都可以的吗？八艘都可以落，八艘都可以落。至于说这个黑鹰直升机，因为它比较机体比较大哈，它的那个海巡署甲板可以落黑鹰的哈，就是服务员哈，大概只有三千吨的两条可以黑鹰直升机落，不然其他的飞机啊落不进去，那个轮子都在那个甲板外面了哈。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海豚已经达成了基建训练了。黑鹰我们有两艘可以去落，那现在还要配合海巡署，我们两机关结合以后会开始施训这个会施训啊，跟凯文特别报告。都不用改装吗？就可以直接吗？不用改装，就可以直接，包括那个海巡署的船都可以吗？你不要随便跟我回答哦。对，如果等一下我再去问，如果不行的话，是我不会随便回答。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我是要非常小心。我讲的是已经完成，董队长做完的，他很内行哦。我知道董队长，我讲的都已经做完的了，我已经做完的才报告，还没做都没讲啊，已经做完的。那三千吨级已经两部都做好了吗？两部跟飞鹰还没做嘛？我跟委员讲，那个两个海巡署的三千吨都确定，它的位置都可以下来。我们确定会勘完毕了，只是还没实际去做哈。会勘完毕，会勘完毕了。那些机具设备都，你要回答，你直接用麦克风讲的，没关系。那个队长，你让他回答，没关系啊。没有，因为我你不要哈掩饰一些都，你让他回答。他，你让他说明。书面报告了，书面报告。要注意啊，海巡署到时候他们也会问。书面报告，够多了吧？落舰所有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啊，写成书面资料给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三六全部都完训了，然后现在黑鹰就是说我没有落。对他们如果有这些完整的报告，那现在送过来吗？我们回头再审。现在先送过来吗？一个礼拜，我们现在手上现在没有要回去，要回去拿。好，这个问题先留着，你派人回去拿。刚好审查预算到时候要拿出来的时候，表示你们效率的问题嘛，好吧？好，那因为啊哈，二之三之二啊哈，都是关于落舰的，还有那个飞机训练的问题啊哈。那我们讨论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继续讨论二之四，好不好？等你们的那个报告送过来，再马上来。二之四。好。那二之四跟二之五啊，哈，是同第几节？也是第一节的哈。二之四是讨论那个美方的种子教官及训练的哈，一共编了6400多万，嘿。对了，六千加起来，嘿。那我们请空警总队说明二之四，我们张瑞雄委员的提案；二之五，姚文智委员的提案，还有二之六，李俊毅的提案也一样的，嘿。二之五、二之六，报告这三个提案都是两落舰的关系啊。美方的二十五都是因为落舰的，没有你在外国训练的跟落舰是一回事吧？是到我们的海巡署的那个三千吨的，但是你二之四是提到赴美国接受黑鹰直升机飞行人员种子教官及国外训练费用，哦，还有美方种子教官及训练费，哎，分两种嘛，哎哎。你落舰另外落舰，起码这是种子教官的训练费用啊。
有关2-3、2-4、2-5、2-6，哎，这个都是我们因为今年这个就跟海巡署配合在舰上起降啊，这个的执行的成效嘛啊。那我想说，我们这个刚才跟黄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海巡署的所有船只，我们两型机，其中 S365 都已经完成了起降训练了。黑鹰未来在我们阶段训练完了以后，这些人员啊从赴美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会执行海上的海巡署3000吨级的落舰。那我们现在 A36 的训练的人员啊，正驾驶也都完成了2/3以上的完训了啊，就是说这个训练是在很积极的陆续在做。那如果说这些训练的费用我希望能够保留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做我们黑鹰的换装的人员的训练啊，然后相对的海巡署这边的落舰啊，我们也在近年来啊也都在进行的很顺利啊，希望委员能够如果等等我们的书面报告来的话，可能委员就比较更清楚啊。就这几个是不是并案了？那我们这样子哈，2-3、2-3-1、2-3-2、2-4、2-5、2-6，好，一个等你们的书面报告来，好，我们再讨论一下，就去再来确定，看各位委员对你们的报告有没有意见，好不好？那个主席啊，那我想请教哈，2-4那个庄瑞雄委员所提的那个监察院的这个部分纠正，能不能请他们报告？报告黄委员，监察院纠正啊，他是纠正我们102年的时候两机关的作为啊延宕太慢，但是这个案子啊纠正案在监察院已经解除列管了。那个监察院对我们现在的现况啊已经同意解管了啊。陈委员，陈麦兄啊，你有什么哎？等一下，你现在到2-几？到2-6，好，2-6，啊，等一下，我等一下再打。2-7第二幕嘛，哈，今天呢，哈，我们这个2-7、2-8、2-9、2-10、2-11、2-12、2-3都是讨论啊，那个关于直升机的维护保养啊，就是飞机维护5年中程计划费用啊，7,8850万这样子啊，哈的那个飞机维护5年的中程计划，那请空勤总队说明。报告各位委员，这几个案子啊，就是我们为明年执行我们5年中程计划，就是维护我们机队的这个费用啊。那各位委员的意见都大概有归纳起来，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执行率啊比较低啊。那这个预算执行率低啊，有主要有几个原因啊，跟委员报告。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汇率的关系哈，当初我们做计划和编列预算的汇率啊，大概以空勤总队以欧元计价，就是大概38块多到39块之间的计价，我们在38块多了。然后现在以现在来讲，它现在降到34块，大概在这个案子又要结余4500多万了。然后空勤今年面对两个状况，一个是定翼机啊，我们在有一个事故的定翼机，在今年执行。然后修复的准备，然后请会勘估这个价钱，然后发包修复。这个时间啊耽误了一些，然后因为他这个飞机在飞安调查委员会交还给我们的时间啊也比较晚，然后我们就积极做。但是今年可能就是这个执行上啊可能少一点，因为我们编列了400多万去勘估嘛，然后还有9000万、8000万啊去修复，这个可能会影响执行率。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金额比较高的是我们未来的也是主力机队，就海豚机队啊，
它的空调系统全面故障，我们现在做那个构型啊，就是装备的修改，这个伤员和价位啊都有一些困难啊。那价位伤员不好找，找到的伤员也提高三倍价位再报价，所以会影响执行进度。但是整体的维修啊，这五年的中计划必须指引我们所有机队的维修。那我们是有结余啊，但是我们会尽量拿成执行率，也希望委员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维保的计划，跟委员报告。好，陈菊曼委员，请问那个那两架定义机，帮我查这一架，五万多少钱？哦，好，现在马上。两架，其中一架是 B1350，编号在去年的11月7号嘛，哦。在我看一下，在清泉岗的时候嘛，对不对？对对对，因为起落架。你说刚刚我听不是很清楚哈，你刚刚讲说那个维修哈，修复的费用要8000多万了、啊。我编列了8000，哎，这台飞机是起落架没有掉下来，然后你这样 touch down 这样、哎、这样要8000多万。我可能有没有搞错、啊？因为啊，他啊。啊，这个新的一架多少钱？新的一架多少钱呢、啊？一架这个定义机双螺旋桨的飞机要买6亿啊！他们还有加装其他装备吗？啊，你装备全部都坏掉了吗？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要通过发包了。这个双定义机一台要8000万，你有没有搞错啊？定义机一台新的现在至少要3000万。啊，你们这个飞机的功能用途是什么？国土勘测公开，它是定义机了，所以是配合内政部的。农委会哦，就是在拍那个。国土公开，啊哈哈。所以它可以。农委会倒座啊。那为什么在今年的预算里面，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修复啊？要明年。那、啊、明年你们啊，你明年你。因为我要调查。大概什么时候了？明年可以修，因为今年我们是勘估400多，然后到11月会有。所以它是连那个引擎都坏掉、啊。坏掉。对，因为它旋转中。啊，失事的原因是什么？它轮子放不下。那啊，失事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在调查当中呢，它的液压包的功能比较上次没有达到我的。对啊，那假如是飞机机械的问题，要向厂商求偿啊。对不对？它那个液压包是可以故障，因为它不是定根件。什么叫可以故障呢？不是，它是可以定根件。那它没有一定的更换时间。那意思就是说，它在空中如果失效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手摇的功能可以放下来。啊，所以呢？所以现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是没有去手摇，还是怎么样？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哦，双重的原因，几个问题嘛。他，你假如是因为他原厂设计啊，那这个问题，这个的当我们有没有保险？我们也没有保险。人员有保险，飞机哦，人员啊，飞机没有保险。好，那假如是机械的故障啊，鉴定的原因出来没有？就是说鉴定的原因是什么？他快出来了，他就是大概11月底或12月初会出来。所以你假如是。机械假如是原厂设计的问题嘛，啊，那假如是人员的部分呢？我们检讨。怎么叫检讨？检讨就你啊，或者是再加强训练，哎啊，我觉得这个要把它弄清楚了哈，加油连机啊，鬼啊，对对，然后啊，油料你怎么还编一样多呢？啊，不是啊，你油料失事的飞机，你今年的油料的计算跟。那个 B200的还算一样啊，你油量没有减少啊？报告委员，因为我们两架定义机都是执行空照的，那如果一架失事的话，那另外一架要担负起所有的。那所以说，我们之前的年度两架是大概450小时，那我们一架的飞机、所以你预计修复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明年底之前可以修复。这个飞机没有保险。好，没。
减低的只有。那你不修它，它就它也没办法发挥。有了，请请在，你在修车子。各位委员啊，那二支区啊是要求，减列20% 黄委员的提案，二支八是林委员的提案，动一亿元，二支九是陈怡杰委员的提案，动20%，啊，二支十李俊毅委员提案，动5000万，啊，二支十一是我的提案，冻结2000万，啊，二支十二，姚文智委员的提案冻结，两千万，啊，二支十三，庄瑞雄委员提案冻结500万，那在这个部分呢，哈，有三有动的话，动20% 也差不多是一元呐，那我们。冻结20%，啊，请空勤总队专案报告，啊，没有专案报告啦，啊，这个不多啊，嗯，那个我再问一下哈，看到主席，主席，我跟我主席，我一向非常支持空勤总队，可是他们这些采购跟这些东西哈。的确在事实上的使用上是值得我们再来检讨。我刚刚特别再去问了一下，黑鹰根本不可能落箭，但是黑鹰那么重根本不可能落箭，但是我们在提的包括说要把 UH60 陆基型怎么样来够加装东西能够落箭，所以我刚刚也在问了海巡署，根本就计划都还没有开始也没有训练，所以 我觉得我们每年花这么多的费用，然后我们有海难的时候，我们这些没有办法，因为的确采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落箭的，所以在整个抢救的过程当中，空军总队很辛苦，我这个我肯定，尤其是有一些其他风灾等等，但是我们要采买的东西一定是不管是水灾不管是什么任何我们都能够灵活的来利用应用，这个是监察院纠正的哈，包括监察院纠正，然后陆续以前我们好多委员在这里也不断的提这件事，所以主席我对这样子的预算完全没有任何处理，我是有意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空军总队他们的辛苦我们都可以给他们肯定，可是我们对这些应该发挥的功能更应该能够有搜救协助，我们也不能够做事，如果我们做事的话，那我想我们就有亏职守，所以我非常坚持这个部分。各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刚刚在讲那个 V 350这一架飞机哈，我们那架是几年的？啊？所以是19多少？1993年出厂。1993。阿里泰，我要买新的，买那个去中古市场，你自己去上网去找一下。2007年的，大概也是8-9千万呢、啊。那你1993年的，你维修还要8000多万，你现在去买2009年、2010年、2007年，都飙到新台币9000万啊，对不对？你要用飞没有啦，你帮我骗嘛？你那回旋机的加装那些哎要开多少钱？你器材又没有撞坏，对不对？你要这个哈、哦，这个编列预算在维护维修这些飞机哈、哦，那个你还是要询价比价嘛。对不对？你在现有的这些现有的这个飞机的这个二手市场里面，你去看，一架了8000年啊，个比恁新加新有够多，啊，飞行时速又少，对不对？啊，结果你去要修理飞机，你要买还要编8000多万，等于是去买一架新的这个所谓的新古机或者是中古机，
人家比你新要十年，啊，你还好？对不对？那我就给他报废，啊，你算一下，算一下嘛，对不对？假如说你那个维修费用算一算，跟我这个家装买价 update 到最新的2010年、2009年，才9000万台币而已啊，你算一算啊。我一说你没有，没有在计算这种事情。现在你的维修多少？对，你买一只，去维修一只20几年的飞机，不如你开要高清班，啊，你不如一，不如你机队，你哪讲这个飞机那么老旧，对不对？那你干脆汰换，你不用买新机啊，买中古机，10年价格跟你差不多。我们那架飞机是空照用的，那他当初为什么会买中古的？因为他必须要去花时间去修改，要挖两个大洞，那要装空照设备。如果是买中古机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申请补充型别认证，就是航空认证去挖两个大洞，那这个还要再花另外的费用。那我们现在是花400多万请厂商评估，那评估出来的费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自己概估是8000万、啊、那如果超过8000万，可能也就像委员讲的，可能也没有修复价值。那我们会再评估啦啊，但是因为他那个 STC 非常难取得，我们现在维修的时候，他那个补充型别认证是大概20年前的，还要去跟澳洲那边买那个他的版权才有办法来做这样子。是好是啊，把那个修具要送一份给陈委员，啊，那徐委员，哎，主席好哈，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有关于飞机的维修保养的部分哦。那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像海豚啊，你定义机这些，你还是要维修嘛，因为他们还是都继续在执行任务嘛，以及我们现在海豚的实价。对于我们3000吨、2000吨、1000吨的这个舰艇都可以降落，那这一样要维修，所以我觉得这个维修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就对于我们海豚定义机的这个部分的维养修护的部分，还是要持续来编列了？你无论再古早的这个飞机，还是一定要定期保持这个维护嘛？那另外对于海那个我们黑鹰的部分，这是新购的部分。哎，这个新购的部分，可能这个部分我们维修的部分就要提出来，这个我们要审慎评估一下，因为毕竟它是新购的嘛，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低一点嘛，所以我的想法是不是我们把它分开来？你现在执行任务的这些比较旧的机型，因为每一年都要，几乎每个月都要维养，我的看法是这样。嗯，好，各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但是买飞机容易啊，维修非常难，因为啊哈，实在讲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很多，尤其我们在采购各方面都非常的不方便啊。啊，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那个主席，准备好了啦。主席，我想再请教一件事哈、啊。那天在那个国防部的质询的答询的时候，洪世宽说我们黑鹰，他说黑鹰又交回去给空军吗？有吗？有这个？我知道看到听到的是陆军在拨另外15架给空军救护队，就是你们要买，你们现在那6部没有给，没有给，没有。那未来要收的那15部呢？是陆军的，陆军的，陆军，好，陆军的。那所以现在换句话讲，包括我想整个的报告里面非常清楚，就是黑鹰没有办法停，没有办法落舰。那本席所提的，包括说我们要再用这个陆基型的 UH-60， 我想这个部分你们改装了吗？另外的，我们没有改装。海豚，对，所以海豚的部分是可以的。海豚已经做完了，都可以落舰，对，都可以落舰，各型舰，啊，3种舰都落完，都可以落。2000、2000、3000。但你刚刚讲黑鹰要准备要训练3000，黑鹰只要3000的，3000吨的。我这里有一个报告，2000、1000不能落。我想这个黑鹰的，包括这个宜兰舰的3000吨嘛，哈，对，还有这个什么？高雄舰嘛，哈，对，以他们现在的甲板，
你们去算过它可以承受那个可以下落舰的？目前是可以，目前我们评估跟海巡算是可以的。你们跟哪一个跟海巡有评估过吗？你们的评估报告在哪里？拿出来。这个在海巡署啦，这个在海巡署啊，已经海这个跟海巡署要可以获得。那个，因为它这个有一个落这个标准的成标准的有一个标准，接受这个每它评估以后，它有承受十吨的这个重量啊，甲板承载，所以已经超过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的总重了啦。然后服务员啊，我们的因为是陆基型，那个轮子啊也是可以放在那个甲板里面，所以我们只是还没有实际去落而已。那个我想那个总队长的报告还没有拿来的哈，但是我看了几个资料，包括监察院的，包括以往这个美国那边的，因为美国的海岸巡队是已经可以有落舰的，所以他海难他们可以处理。我们如果不行的话，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花这么多钱，但是根据我得到的信息是黑鹰没有办法落界，而且他们说重量太高，重量太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你们可能因为你们没有资料过来，我不想让你们糊弄，我觉得这样子糊弄是没有意思的啊，没有意思的。我跟黄委员报告，如果海巡署造舰的时候，记得我们上一次会议的那个都有问到，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直升机要降落了。台南舰更离谱啊！嘿，套件的规架都没，是经过我们执行了以后，说飞机要能降落在那边才设计降落了。所以1000吨、2000吨，我记得是没有办法，只有你们那海鸥的才可以，啊，海豚的。啊，那个黑鹰的话是最后3000的时候发觉到一定要设计这个里面才把它设计里面啊，本来海巡署在设计这个时候是没有飞直升机降落，但是再查一次比较清楚看谁你不想打一下电话比较快嘛，去问一下啊。对，那请我黄委员呢。主席啊，我看一个2-11跟2-12齁，你跟姚文智委员都有共识嘛，就是冻结2000万啊，是不是以你们两个齁这样子来做一个结论好不好？你跟姚文智的提案都是一样，我觉得很难得会一样的，好不好？现在发觉越讲问题越大，本来是一个小问题啊，真的问题很大啦。那没有，我是简略啊，我不同意啊，因为部长，我讲一个无算赢的啦。无迄个乌白白白，啊！然后吼，店家甲去想办法，要来拼装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我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我们海巡的跟这个大家一起再来大拼装，然后整个的海难救助完全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只有冻结的问题啊，而且还要再专案报告，因为这牵涉到，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海洋国家嘛。安尼啦，我甲委员报告一下吼，黄委员，我甲你报告一下。拄啊，刚才的整个说法里面，就是说，所有的现在直升机基本上就是三种，啊，一种是黑鹰5辆，另外一种就是海豚，那再来就是剩下那2台固定翼，啊，固定翼的就是不是直升机哦，是固定翼的定航哈。那现在所有的海豚都可以落舰，不管是1000、2000、3000吨级海豚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的黑鹰，按照他们现在整个的做法，当然也必须舰能够承受，啊，那所以1000、2000的可能有问题，但是3000的，依照他们现在的会勘，啊，应该他们现在的会勘可以，那但是呢，这中间还要再加上训练，啊，因为现在整个空勤的重点其实有2个，不是只有买飞机，飞机买完了之后，第一人员训练，持续训练，第二。飞机的维护，所以他们这些预算基本上就环绕着这两件事情在走。那无论如何，这两个面向都不能忽略，而且对于训练的部分一定要继续加强，然后维修的部分一定要持续。这是两个我们现在的同仁们他们现在在强调的两个重点，也是我非常重视的两个部分哈。所以还要请委员们大家多多支持这两个面向哈。谢谢。好，那黄委员。有什么意见吗？来，
支持是不要紧啦哈，但是每当把这个钱哈，包括你他刚刚讲说海巡的八个舰都可以用海豚可以落舰，我对台南舰我就没有把握，因为台南舰那个验收是有问题的。我了解，对不对？那个台南舰但是啊哈，难得了解那个台南舰，因为上次上你有执行过了，我执行过了，因为本来他们在设计没有直升机要停的。那我坚持主张以后的设计直升机要能停的，是从这样来的，本来他们都没有设计啦。啊，其实讲起来这个不是空勤总队的错，当初都没有协调，我们要老实的讲话啦。所以关于2-7、2-8、2-9、2-10、2-11、2-12、2-13啊，那个冻结啊 ,10% 啊，啊专案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啦。为什么会太多？主席啊，啊我昨晚不是讲你跟杨志伟，你两个有共识？不是啦，有共识，你有共识，要全部的共识啊！哎哎，你不是讲要冻结十分之一？我没讲啊。哎，我跟你讲，这边有减列20的，有动1亿的，有动20的哈。好、哦，那个要动5000万的，动20% 啦、啊。我们是 I 的，所以你们要学少一点。我不能乱讲话了，乱讲话，昨天又被……冻结5000呐、啊，先接近十。哎，黄伟，啊，动5000嘛，好吧，我另外找你20%，所以我 I 的，按动5000那样好了。有委员讲动5000啊哈，我就会当个支持，但是我按后边要给我支持的。好，但是要报告。好，对，我可以勉强，但是要报告后。好，要报告后，好不好？我才能够通知，而且他，我想他那些计划哈，我们在海巡的预算，我们还要再注意。对，没有错，因为。我为什么说空勤总队是经过上一次的会籍执行了以后才设计那个停的，本来以前我记得海巡时都没有设那个直升机啊，能停的，经过我们执行了以后才设计用停的，好吧？设计本来是有了，台南舰本来就有问题了，你台南舰可以好，我都晓得了。我跟黄员报告，可不可以我们一方面给书面，另外一方面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再邀请委员们啊、来实际的视察。了解，这样好不好？好，冻结5000，再一个考察了。哎，对，来实际试做的时候来考察。冻结5000万，要经专案报告及委员考察后，委员会同意时得动之，对吧？面下考察了。同意的，哎呀，真同意了哈。啊，来，我们继续哈，那个考察拿掉哈。好了，附带条件呢？我们现在讨论这第二幕啊，2-14、2-1、2-14、2-2，这个都三检大陆的嘛啊，两岸相同的，三检大陆地区的理会啦，支持啦。因为这个绝对支持，因为我们这次包括那个我们要去参加国际什么飞航安全的会议，咱都无法度去参加，个咧已经出，好啦，支持啦，删掉。各位有什么意见？哎，我要讲支持，佮唔敢讲我支持哦，哇，这差侪咧。好啦，2-14、2-14、2-14。难得有共同的共识，38万2000元，8万2000。啊，再来2-14，太屌啊！14-1之后，那个是一样的案子，连署人不够，贴港籍的案呐。黑14-1之后是港籍的案呐，所以删掉就刚刚好啊。啊怎么会提两个过来的？所以不成案。
固定下来，然后固定下来，那不止，这个不是病案的，这是同一个案子。对啊，同一个案。好，前面不敢丢了。好，前面不敢丢啊，那样。丢了，叫14案。好，那14案的话，我们来支持，哎。 黄伟，啊，删掉了哈，好，好，好，简历8万2000元，那2至15之1、2至15之2是同个案，还有2至16也同个案哦，不不不，啊，对，都是新增的，对对对，都是基棚棚设的新建。2至15能不能请他说明高雄驻地直升机？ 什么基棚新建工程？工程，请说明好吗？报告委员，这个14、15、16案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6年工程计划，以及分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棚场停设新建整修工程，也就是高雄驻地。 我首先报告这个高雄驻地啊，高雄驻地的这个我们已经核定行政核定的中程计划，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啊是在请建筑师系不设计啊，已经建筑师系不设计，然后这个工程啊由我们部长指还是啊也由我们的营建署委办，这样希望能够最快的速度把高雄的这个。 捧场啊，新建好，在109年啊，就是我跟黄远报告，109年我们后面有6架，就是加装各种装备的黑鹰直升机到了以后，就有了一个设施可以安置啊，然后做维修保养。这是高雄驻地，但我们现在进度啊，已经是超前的，就工作进度超前。就在小港机场。小港机场，哎，在小港机场。我想机组上来讲哈，哎，那个主席啊。 刚才我们说要去看，我觉得要去看的时候，顺便去看一下我们高雄的地区基础上，我是支持高雄的预算，所以我建在高雄的，我知道小港机场啦，因为他那个会那个要，但是你们金门那个就不处理了，就对了。金门不是不处理啊，金门我们上去看的那个位置呢？那委员现在啊，我们要公务行政院评估啊，由我们公务部门来做这件事情啊。 没有比那个民航的快，民航的会速度会更快达成。今年他就可以招标，明年开始准备期，民航的飞机就接上了。那我现在空警总队的飞机要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民航的慢。第二个，交通部的意见，我据我个人知道是希望扶持民航业啊，能够做一些直升机啊，民航直升机的民航业能够有些工作做，然后扶持国内航太。这个是行政院的决定。那我们空警总队是遵照这个决定。 在所有需要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还没做、还没成之前，我们还在做嘛。如果他们做了有困难，我们也会继续做就是了。将来如果飞机数量够，我们空警总队也很乐意进驻各离岛。那至于说这个这3个案子的这个金额啊，都是我们6年的中程计划。这个中程计划是购机案的，购机的费款项和人员训练的款项。 这个所有的都是，委办军售案的，这些钱都要交给国防部，然后由国防部去支应这些购机款和我们人员训练费。说这个我是建议不要，这个不能删这个。2至15、2至16是同一个案呐、啊，是关于高雄驻地直升机棚场新建工程啊，中程计划。 那我刚刚问了林委员，他说啊，高雄市啊哈要建筑的，他说啊好了，不要冻结啊。林立长委员他听了黄委员讲的时候，高雄的就全力支持啊。我们现在高雄进度是超前的，哎，我亲自管办这件工程，哎哎哎 ，OK 好，2至15、2至16预算照例，啊，今麦对吧？ 啊！你头前那个还没讲呢。一支，21了，22目，第二目，第二目，二十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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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幕整个幕，二十一，二十三。哦，第二案的嘛，哈、啊，没有，嘿嘿，第二幕的，嘿，啊，那个资料送来了没有？现在还在送。我。呀，他那个已经冻结，以后要报告税，什么时候给我都没关系啊，对啊。要了。你已经处理好了、啊，没关系啊。你已经冻结五千万了、啊，对啊。你不要给他懂你啦，唔通啦。好，现在。此决议，那个总队长，是的。我来说明那个救护专责，好吧？在那边处理。此决议，你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啦。哎呦，你要要求就天天来个叫委员居民，安尼恁来半年都行来，好不好？他的定期报告，他的定期啊，会使书面报告也袂使，这个都一定要要，哎呀，专案报告啦。我如果你们这样子哈，定期报告，你们觉得有人有需要，你们就来报告。你为什么这个还要再终止啊？你哪里得寸进尺啊？我跟你说，好啊，这没有问题。我给你们方便，你们当随便了、啊。把恭喜。好，此决议没有意见通过。好，啊，什么没啊嘛？好，空勤总队的。好，谢谢委员，谢谢张委，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空军勤务总队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完毕，凝聚审查报告函赴财政委员会。啊，这个没嘛？啊，空军总队可以先行啊离开这个离场啊，我们请议政室啊。休息十分钟再继续开会啊。
啊，我叫你去啊。所以小阿辉，我家里面小阿辉。距离是长度吧？这个是做的零一百零二到零一七年是做的长度的，跟前一点高的。一百八十公尺就把它加起来的长度。所以老婆要好好想。对呀，你那应该是写那个施作工程的总长度才对吧？哎，我们继续开会审查预算。现在审查我们内政部议政室。啊，那税入的部分啊，哈，有一个案子啊，说要增列300万，李俊委员提案的，我们请议政室，啊，那个林署长说明一下。啊，谢谢委员。这个税入增加300万哦，因为议政署的税入就是违约金收入而已啊，所以，跟啊，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税入跟各位委员报告，好好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议政署的税入的部分都是采购企业的违约金的收入了，我们没有其他收入哈，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不要增列了？因为有，我们今天会说嘛，啊，不一定会产生违约的情况，所以可不可以不要增列哈，不要增列增加这样。李委员在哪里？预算专家李委员在，李俊义委员。等他回来。有人事的黄忠义委员。啊。哎，对，林书长，有可能无？税入，搞的为税入出去啊，你看。对，但是就是违约金，如果要是减增一点啦，不要到300万，因为收不到，那没有违约，我也没有钱可以收。如果厂商现在预算的违约都不多，很少。不多啊，都是采购服装的这个预期交货的一些违约金呐、啊，哎，百分之三嘛。啊！你刚才刚采购你们的服装啊，要给台湾做啊？哎，提一个提案呐、啊，先定在台啊。好、啊，要撤掉啊！我等了那么久了，本来要说增列100万的、啊。谢谢谢谢。好，撤案。谢谢主席啊！好啊，谢谢。哎，通案一之一，通案一之二，这个是通案嘛？啊，我们要再讨论。跟委员报告，跟主席报告一下哈，这个通案里面应该有一大部分是我们义兰的慰问金，这个不能在通案里面，那是义兰的伤亡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的慰问金，所以这不能要拆开。哪一个不是通案的？这个通案只有退休主人脸的慰问金就是通案呐、啊，公务人脸的是通案。哎，退休这个慰问金通案，但是其他的奖补助费啊，很多是我们义兰的奖补助费、伤亡的慰问金呐、啊，这个不能没办法放在通案里面删减。取通案一。哎，这样统一这一个，统一这一个，统一的一还统一之一还是统一之二？哦，同一个案，一跟一之二是连在一起的，一跟二是连在一个案子的。啊，就是统案这边啦。这个统案第一案。啊，伊讲袂用啊。讲这是咧奖补助会。嗯。好，对，我们统案一，等一下奖补助会的时候哈。我们再讨论到那个你们讲的项目的地方，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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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通案二的话是三节慰问的哈，这是通案。一样，报告主席一样哈，它这里面有一个义赠 AU， 也是关于义兰的湖情的意外伤亡的慰问金，这个不能也没办法在通案处理了哈。这个是奖补助会的，刚刚跟第一案是一样的。啊，您大回，好。好，我们把那个署长的建议在后面再那个讨论。是是。来，现在我们讨论第一幕。
第一幕的话是慰问金的，这个是通案嘛？哎，是这个通案。啊，这一支二也是通案。对。啊，一支三不是，奖补助金的就不是啊、哦。奖补助二是不是通案呢、啊？但是他一支三，哎，这个刚发的。啊，新的。有没有给了？这个是吧？对，通案了、啊。对。哎，那个陈委员，他们讲这个不是通案的。不，报告主席，他这个列出来64万，这个又是退休人员慰问金里面的数目，这是通案，这是通案，64万都通案。对，刚刚那几亿的那个就不是了、啊，那个因为有亿然的慰问金。对，这个是退休人员的三节慰问金。嘿，想鼓励你等下后边来讲哦。好，好不会上出来的那个哈。好，你大家注意一点。那第二幕，2-1那个赵天麟委员的提案，2-2林立禅委员的提案，2-3那个杨振武委员的提案，2-4那个赖瑞龙委员的提案，啊，这个是同一个幕的哈。同一节来对嘛？好，我们请议政署署长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提案的委员报告一下。主席，各位委员，我可能要逐案来说明一下哈。2-1这一个简略冻结1000万100万啊，冻结100万啊，这个是讲我们八仙承包那个案子的，我们替代役的付出的这工作这一部分啊。那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在案子发生的时候，我们马上训练了一个团队，准备要去支应这个伤患的陪伴跟救助啊。但是因为跟卫福部的这样一个配合关系，卫福部是动用了一户一社工的方式，那一户一社工，那社工没来向我们申请替代役的需求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完全把它投注在阳光基金会里面去做协助跟陪伴护健啊，所以我们执行并没有不利啦，我们没有说执行的这样一个执行不好的一个结果哈，是因为一户一社工，所以我们替代他没来申请，我们就没有派过去，那我们派到阳光基金会去帮忙啊，所以是不是请委员这一部分可以不要冻结哈？那我做以上刚刚的工作报告。那么2-2一样哈，我的说明一样，就是因为行政院也是一人一案的一户一社工的专案啊，所以我们替代役的部分就是到阳光基金会去协助哈。那2-3的部分，在成功岭发生的像国旗像急工这个部分啊，那当时没有处啊，是因为他在彩排的时候啊，那后来虽然有定了说要加以处啊，但是外界还是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做最后的折中处理，就是在开信接信的时候，毅然参加毅然的全体肃立，那么由主席来代表急工啊，那这样执行的结果目前反应都非常好，也没有其他不好的声音，所以这一部分也请大家谅解，是不是可以不要来冻结哈？那2-4。啊，就是讲那个保险执行力偏低哈，那这保险执行力偏低这个部分是我跟委员报告，这个保险会是我们编预算要帮义然去投保的，那么这个执行的比例低，应该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是因为它没有发生伤亡意外啊比较少，所以我们的拨出去的款项就少，它比例都偏比较低，但是要投保这个数目还是都要必要的。好，台是都需要，所以也请大家支持，不要删减哈，不要删减，因为这个保险人一定要拨进去。那至于有没有发生，我们希望它发生的少。那2-5是关于体适能的那个教师的师资问题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成功岭的体适能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每次在遴选师资的时候，都会找很专业、很适才适用的方式去找到很专业老师来哈。那以后我们也会这样做哈。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公开再甄选都可以。但是我们这方面的训练是相当重要哈，所以拜托各位委员呢，能不要冻结。
好，我以上先就二至一到二至五做以上的报告。好，我们因为第二幕我们整个讨论过了以后再来统一处理，好不好？现在二至六跟二至七是相同的案件，嘿。大陆地区的理会啊，有黄昭顺委员。我提案。我报告一下哈。跟各位委员报告，特别跟黄委员报告哈，因为议政署派员到大陆地区去说明相关服兵役的是去台商学校，台商学校向台商的子弟说明国内的兵役的情况啊。吸引他们回来，尽早回来服兵役啊、哦！因为在大陆地区，他的资讯是不公开，他没办法去了解我们国内的相关网站的一个资讯，所以我们每年都派三位同仁去啦。那只有我们其实是编了十几万三位同仁去，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在用的时候都非常的紧缩哈，甚至于还要贴补一点费用，所以请委员支持啊，这个145,000块哈，就是刚刚这样在说明。那二至七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那就是只有三位同仁去，然后去一趟在台商学校，大概三个学校吧，做一个说明啊，也请委员来多支持。黄伟，他们去台商学校这几年大概招募的多少，就是让我们那些小朋友多少回来服役，请他们报告。他们就通通要回来啊，年龄到了就是通通要回来，只是先回来的资料呢？那事后再等于说蛮踊跃的。这一次我去哈，三所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有100多个人，就是家长都回来吗？啊，去年呢？我想我还是要看到确实的资料了。我们可以提供资料哈，那是不跟委员报告，你到大陆去，到国外去一样，时间到一定要征兵处理，一定要回来的哈。服兵役是时间36岁之前，我们一定会进行征兵处理啊。所以你有没有有去跟没有去一样，他还是要回来吗？只要他跟他还是要回来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跟他说明了，跟他介绍我们国内兵役制度有很多多元啦，譬如说他们不了解的研发替代役啊、产业替代役，还有我们一般的替代役，还有一般的常备役啊、哦，给他做一个充分的说明。还有4个月军事训练，蛮多元的制度去跟他做一个说明了。这是一个专案的服务的性质哈、哦，那请看黄委员能不能支持哈、哦。好，大概了解黄委员，你安尼了解，我爱去说明啊哈。好，大家知道怎麼去倒回來做兵，說明沒說明都一樣啦、我告訴你，這實在是要給也可以，不給也可以的啦。好，來，怎麼樣？沒有，他沒有，你不用你怎麼知道？沒，這等一下再討論，整個這案子我們再看。好，現在我們討論28提案。这个是二至第二幕第一节嘛，好，是简略5,200多万这个案子吧，哈，是这一张吗？冻结1,000万，它是总结的，因为还有个二至八之一，二至八这个委员提案，洪委员提案哈，洪委员提案是。对征兵处理做冻结1,000万，然后减列1,000万了、哦。那我跟大家报告哈，跟各位委员、跟洪委员特别报告啊，这个征兵处理就是我们的体检的补助费用哈、哦，体检给县市政府的补助费用哈、哦。那这个体检费是一定要用的啊、哦。那要让义男能顺利进来，能尽快进来，体检要做得更顺畅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征兵处理这一笔费用都是核实来编的哈。哦，是请洪委员能支持，这是体检的钱，体检一个1,200块，是。主席啊，那个不要删可以的，可是你们都有那个延迟啊，还是那个那个就是当兵要去当兵都爱单做顾的啦，这个你们怎么让那个事情可以更顺利嘛？你如果没有办法更顺利的话，这样子怎么说得过去？我们现在。一般的规划是在年底，常备兵在年底前一定把它征集进来，每年度
年底一定要征兵进来啊，要让征兵，因为这个有协助的关系，都八月才毕业嘛，哈。啊，八月毕业之后，我们就大量都集中在八九月这里，所以我们都在后半年啊，加强跟国防部联系，然后我们的做法规划上都年底让他进来，哦，我们一定跟国防部协调流入啊，哦，那要进来之前体检就一定要赶快做，哦，所以有跟委员特别报告，委员关心的，我们可以持续再来精进啊，就是继续让他那个梯次密集一点，哦，在年底以前，我们跟国防部协调都让他进来。你这个讲得清楚的哈，因为我相信各位，我们各位常常碰到台湾有一个现象，现在大家都要提早当兵了，但是很多都延误了，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克服这样？有，我们有每年有一个提前入营的申请，你如果你早一点来，在学校快毕业的时候申请，我们都让他在八九月就进来。不到啊！你们会不会尽早入营的？不会，尽早入营一定会让他进来。只是他没有去申请的时候，我们就要排梯次。那有些一排就排到11月、12月去。主要这些人对，可以提早申请了，提早申请，尽早入营了，哎。啊。那个主席啊，我想哦，删就不要删了。但是冻结哦，是不是他们在提出哦，可以让这个更顺畅的一个报告之后？我们再 好不好？啊，动个500好了啦。啊，你好，统一来处理了哈。好了，好了，好了哈。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呐哈。洪委员嘿，啊，陈委员呢？你2/8/1给他赏快点嘿。是啊，你跟陈委员说明一下。就是因为那个四个月军事训练啊，从101开始，那个人的数目、体检数目就增加很多。那我们补助地方不足啊，每年就要下几千拿一点，几千拿一点，今年把它编组哦，希望能把它补清了哈。就是大概这样，不是突然暴增。OK， 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哈，我再来统一处理。哎，啊。伊讲冻结啊，伊这两个长犯的，等下甲处理安尼，哎，好吧，哈、哦，几个落来。那2/9，好，2/10，2/11，2/12，没有到2/28哦。好。好，2/9，2/10，2/11，2/12，我们统一讨论，哎。那个请署长报告一下。是是，主席各位委员，2/9，还有2/11，好，还有2/12，啊，这个这个提案都是关于我们整体替代役人员的规划跟应用，啊，那各位委员指教都是，希望我们就整体人力做妥善的配置哈。那么这个整体的案子替代役人的人脸的规划跟应用，我们现在在上一次部长的特别指示下，我们做人力资源的一个规划应用，所以我们也会从需求里面，从社会意义去着手啊，从社会服务去着手，然后做一些顺序的一个配置。那至于行政机关他要不要再继续用替代役，这个可能牵涉更复杂，我们只能协调行政机关说，我今年替代人数 是多少，那么你的需求多少，我们来审查。那至于他内部要怎么去精进他的人力，那个各个行政机关他们可能要必须考虑啦。不过我们整体一览每年大概2万多3万这个人力资源的规划配置，我们一定会从社会服务列这个部分加强，然后行政机关部分慢慢把它做缩减。啊，这样来着手，来让一览人力做整体最好的一个应用哈。那2/10这个社会2/10社会役的部分，大院决议要我们增加社会役啊。今天也有一个主决议，那么我们会照办，我们在部长交代下，从这个社会公益服务类的部分来加强，来增加啊。那这个在主决议里面有
啊，所以希望都能有预算给我们来去执行哈。那么二之十一，二之十一是在成功岭的一个训练呢。那洪委员特别指教到，希望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规定的手册给艺人来使用哈。那这部分我们是有在精进，然后跟委员先报告。第一个网站上、网页上有很简单的这个懒人包，他可以进去看。都有。那另外我们现在有服役手札的一个编订，现在每一个艺人手上有一本。好，那其他的在网站上都随时可以查到相关的规定了。不过黄委员指教了要编手册，我们也来编，我们也把网页上资料全部调出来编成一个手册来交给艺人也可以。好，所以是不是也请黄委员特别谅解这部分，留机会给我们来去执行啊。我们可能照你的方向呢，我们除了网站上之外的，我们再有纸本好了。哦，让他们更清楚了解。那二至十二是通案，刚刚那个整体人力配置是一样的哈。那今天有个主决议，我们希望各位能保留预算，我们并主决议来精进我们替代役的人力规划的规划跟应用。以上报告，谢谢。不贵啊。那。那个主席 主席啊，我是建议哈，那个这一幕哈，那这个冻结一定的数额啦，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了哈，因为这个各种役别的这个配比哈，还有整个人力的需求，这个恐怕哈，这个我因为这个也会牵涉到国防部的这个兵役的员额嘛，嗯，对，那这个部分是应该是要做一个比较完整性的规划了哈。那不是说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啊，假如是我们内政部负责啊，各单位来要人，然后我们就来，他们要的多我们就给的多，要的少我们就给的少。那在这个人力的配置哈，并没有办法符合国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规划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卫福部的这个长照，好，那你现在假如105年到八月底为止，好，受益的部分才占8%，对，越来越少，好，从过去到105年这样历年来一直在减少，那这个跟我们政府的新政府的这个政策的目标方向也不同。啊，另外一个就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有关警察役的部分啊，啊，或者是有一些移民署的这些替代役，啊，给咱呢，这些有一些是，比如说他搬，大概都是在通关的时候搬行李啦，讲这样就帮忙这个 X 光机检查啊什么哦，这个本来是就是应该要属于这个其他单人的，我们现在都全部都推给这个替代役哈。哦这个替代一代各单位有时候就变成说是一个，就变成是一个被用安尼画来画去哈，动作细啊，你用画来画去，这个也没有成长的机会，也没有学习到什么，这个是浪费很多的这个我们替代役男的这个的精力嘛。我们还是应该要看这些役男的他的专长啊，跟国家政策的需要，这个要还是要有。搭配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是拜托一下部长哦，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先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明，之后我们这个预算再解冻，这样恐怕比较合理了啊、哦。以上，主席，哎，对我支持那个陈其迈委员的讲法哦。另外，可不可以请这个署长也提供目前役男哦分配到各县市政府机关里面的人数？因为实际上的确，本席也亲眼看过在市政府，因为。市政府本身已经是公机关，但是我们希望役男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但现在公机关里面不但有这个寒暑假的大学生，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役男，但的确我们看见的役男就是送公文或是坐在门口接待，就这样子。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当时我们让役男进入机关里面来服务的原意，的确是需要检讨了。那个
没有言我发言。主席哦，针对那个二支持的部分，我们还是相对的比较坚持哦，因为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提过案子以后，提案先把案子提出来以后，我们再行解冻、哦。因为在你说虽然今天那个在主决议有做，但是其实103年的时候，其实决议就已经做过了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看到实质上他们的如何增加社会服务一类的员额配置，要如何加强社会服务工作，比较具体的方案出来以后，我们再行解冻哦。而且跟105年相比，其实他们社会益的部分哦，其实只占了在105年到8月只占了8.82%哦，跟101年如果过去这几年比较，其实相对已经降了将近快15%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既然在103年做过决议，其实也看不到他们具体的作为，那所以。是不是也是倾向就是等他们提出具体的方案，如何员额配置，如何去推动所谓实质的这个社会服务益之后，社会益之后再行解冻哦？林市长，你从委员的意见，你刚反映一下。我再做一个说明哈，补充说明。刚刚几位委员指教到的社会益的比例哈，我跟各位委员做特别做报告了。社会在我们的替代役实施条例里面规定，替代役的用途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政府机关的公共行政这一大类，第二大类就是社会服务的类别两大类哈。那社会服务这一块，我们都是一直我们这是我们的重点，但是现在各位委员注意到都是社会役，那社会役只是我们16种役别的之一，那我们社会服务役就包括了6-7个役别，所以我们的统计是这样算的，社会服务类的部分包括医疗。消防，然后社会役、教育役，然后再加外交，我们算起来一年就有将近50%的役男人力用在这一块了。所以大家看到说社会役降下来，那是因为纯粹社会役的需求机关是卫福部跟退伍会，那他需求人数我们一直协调，结果他现在维持都在卫福部大概在3000左右哈，那个退伍会再少一点，所以你看到他整体比例，因为人数增加，所以社会役的比例掉下来，但是整个社会服务类的役别的比例它没有降，现在我刚刚跟各位报告，它接近到40%-50%了，我们可以把资料全部给委员看哈，因为我们16种役别，那社会服务类的役别大概包括7-8种。那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它就不是这个显现出来这样。那个委员应该是质疑到是看到纯粹社会役的部分是卫福部的社会役的数量，啊、哦，那各位人家我们报告我们也不会排斥啦。但是我在这里做一个说明啊、哦，跟让各位委员了解，我们不是只看那个社会役那这个16种役别的一种的比例来去看我们的人数的增减啊、哦，我们是整个要社会服务类的部分，我们有6-7种役别。加起来，那总共一年有15000多了哈，15000多，这种役别就15000多。我们没有算警察役，没有算公共行政役，哈、哦，没有算一些水利役，那个都没有算。我们算的是比较纯粹社会服务的，就有15000人左右哈，那、哦、占了将近50%啦。好、哦，所以以后我们加强方向是这样，我们会从社会服务类的役别优先提供，譬如说长照役，他现在提出来，只要跟我们协调。我们一定会优先满足他的需求，那这样优先满足各个社会服务机关的需求之后，我们社会服务类的役别就会一直往上攀升。我刚才跟各位报告，我们希望逐年来减少政府机关的替代役啦，因为政府机关也是替代役实施条例的规定的用途，但是我们希望那部分减少，那部分纯粹就政府机关人力去考虑，我们慢慢从这个方向来精进哈、哦。以上跟几位委员做这样一个报告跟古大市委员还有我们陈委员哈，啊，所长，我想请问，我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就好。就您刚刚有讲说，行政机关里面的替代役的人数要下降，那有没有明确的数字或者是目标？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还是要再讲，如果在行政机，因为行政机关已经是我们用了非常多纳税人的钱来聘公务员替人民服务的机关，可是我们却看到，我们又加派了替代役的人力，他每天只是12点的时候去关灯，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倒茶水。然后还是送公文，这些东西其实本来里面公文收发或是公务员其实已经在做了，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很希望可以看到在行政机关里面的替代役里面的数字管理，还有实际上为什么要在里面这个配置替代役，它真正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是公机关了，就我这一方面比较 care 的是这个。
现在请陈玉杰委员。没有，为什么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是因为现在你说我说跟101年比，其实它已经就是下降了将近15% 嘛。可是现在每一年的老人的人口趋势越来越多，所以是说每一年其实它的人口的变化或者是趋向，其实就是老人化的这个结构，到底要去做怎么配置或者是什么样的应用？其实当然不是我说你在医疗类或那些其实是配置不足，我只是说。社会议里面还有其他的，譬如说长照一些你可以帮忙的部分，因为这个是比较趋近于现在的目前的状况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希望你们再去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而且其实我们只有冻结5%，所以只要你们具体规划出来，我相信其实这个是可行的啦，好不好？因为我想要强调是老人化的这个部分啦，因为这个部长你应该很了解嘛，对啊，因为你不能拿了现在的老人的人口跟101年的去做比较，这一定只是增长的，所以你不能再用同样说哦，因为数目我增加来的替代役的数目增多了，所以相对配比之下，整个样本数摊提下去，它看起来是下降，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理由啦，好不好？啊，洪忠义委员，主席哈，我想啊，针对那个2-11哈，我想啊，这个是有现役的役男在跟我们反映的啦，所以我想啊，这个参照手册啊，刚刚我们署长有讲到说会尽快的来处理哈，所以本席哈就不坚持删减了，但是哈，是不是等你们？那个，就是冻结个1000嘛，啊，等你们手册做好之后，我们再提出解冻案，这样可以吗？好，这是2-11，主席我只盖公料哈。好，另外哈，那个2-13哈，这个是吴清明委员提的哈，那吴清明委员有跟我讨论了一下，他想了解一下哈，就是那个哈，在那个100，就是2-13哈，103年哈，实际的役男分配数哈，分发数哈是31000嘛。那他的薪水哈、哦、是付出决算数是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26亿嘛，对不对？好、哦，但是你104年哦，你的分发数是几乎少了8000人哦，但是他的那个决算数的金额竟然是相近的、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哦？那个吴清明委员哦，他提这个案子哦，就是想要了解嘛，因为他里面也写到说哦，希望你们议政署在1个月之内哦，提出书面的检讨报告哈、哦，再来做这个解冻的问题，好不好？那是这两个问题答复一下。署长，2-13跟2-21啊，庄瑞雄的提案是一样的哈、哦，所以这两个一并的解释嘛。好，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啊，这个薪水的计算不是。依然薪资计算它有一定的标准啊，那支出有一定的标准跟规模啊。我们计算的方式不是看人头一个人就是多少钱，因为他进来服役期间的长短不同。比如说他上半年进来的，他待的久一点，那个年度的经费就多啊。如果他下半年进来的时候，他用到今年度的钱就少啊。所以他每个依然进来的这个梯次啊。周加减减啊，这个行程不是每一年看人头就多少钱，这要跟各位委员报告清楚。那一个人的薪水是固定的，是一样的，但是整体的一年的量，他有时候1月进来他用了12个月，那么2月进来的用了9个月，2月进来用10个月，3月进来的，所以年度里面在算这个薪资的时候，我们会照这样一个精准去算，所以算出来结果每一年度都不会一样，但是每年薪资标准是一样的。对，你也提上看，基本上有长有短，有多有少。是。好，张瑞雄委员，哎，那个书记说明一下哈。其实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替代役哈，那人那一批一批一直在调哈，出现了一个问题啦。你讲我那行政部门，咱家机关内底哦，替代役的来了，增加了一些人力了，但是原来遐。原来，譬如讲，我在这个机关内底，我这大家调到恁去手。哦，这个问题不要说没有啊，其实很多艺人都在反映这件事情啊。那本来你这个机关本来你自己的业务要去做啊，那我们丢一些艺人替代役的过去以后啊，那变成说把他的整个行政部门的效率其实也是降低了。他以前在康伟弄当了在替代役在艺人啊，所以你们当你来。哪一些机关一梯一梯的往那边送，他们这些需求是跟您讲，啊，您就给他这样，咱才有一个标准，是有用人计划的审查啦，
我们有个替代审议委员会会审查各个用人计划。当然，有没有像庄委员提的说那么精准到？不过那个现象，我们承认是会有存在哈，就是政府机关的人力啊。但是我们在配置预览的时候，我们会在像每年都会先召集大家来提需求数，然后提用人计划，然后审查核定。那我也跟委员坦白讲，当然审查核定没那么精准，说每一个人的这个，但这个我们以后会加强哈。啊，你们像咱这的市民所那个统三的，拍几成，拍几折？我们还会看他今年用人的成效，然后做增减。成效变哪款？你也知影成效安怎？你也无咧考核啊？你也知影伊成效？有，每年全部都督访，然后有督访成绩。比如说有被举发依然闲置的，我们就会核减。哦，类似这样去处理。但是当然坦白报告没办法那么精准啊。不过我们也是，我刚才跟各位人讨论过，我们也希望这个整个用人的，我们来做整体的规划哈，从所有服务类里面来增加。那至于行政机关部分，坦白跟委员讲，譬如我举个例子好了，行政执行署。他一年用了接近800位役男，你去问行政执行署，他需求如何？非常非常大的需求，他没办法。他成立的时候，总处就说你编制人力有没有办法给足，你就用替代役人力。那像类似这些的机关，我们就还是要合尽量合拨给他了，不然他运作会产生困难。那像司法行政各法院各级法院都百支人力，好，那这个当然。人力的有没有用得很精准？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来检讨跟管理啦。只能说了。我的意思是讲，咱当初要创这个替代役，它有它的设置的一个目的啦，加一个意义啦。啊，到尾啊，拢变形去啦，拢变形去。啊，有人啊，要做兵啊，你个替代役，我来给等你对安尼尔。那失去整个替代役当初设计功能啊。主席。我支持那个几位委员的意见哈。我记得当时高雄气爆的时候，站在第一线，站在消防车上面，他把替代役人做去做什么事？去一窝改动作工，一个救灾的迄个哈，然后把他要请他去照相，照那些东西回来，就让我们那个替代役人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到今天为止都那个本来是一个那个模特儿，结果我想他的家里就遭受无比的困扰。那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替代役男，都是在各个单位里面，一个动作细汉的类型的对啦，简单讲的是细汉的啦，并不是说让他能够在他的专业上去发挥。我觉得这整个的制度是必须要检讨的，所以我支持哈，这个因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对我们的役男，因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且你想想看，嘿，李潇该派的车顶，叫去翕相，哎，气爆那么严重。那我想那个孩子你们都还知道吗？你们后来现在怎么处理？我们都有定期派人跟他去。他整个的伤到你晓得，他妈妈常常跟我在联络。了解，我也去看过好几次啊，我跟委员也共同。所以我是想，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替代役男当作我们的细汉的类型啊，差不多各个机关都是这样子做，哈、哦，那是想干迄个，就是叫迄个役男去做，完全没有任何的训练，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考量，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啦。所以我想整个的制度是必须要再检讨。那个我是部长跟署长，我是建议这样了、啊、哈，这个就是大家委员的意见，大家都认为说哈，这个我们的。役政署变成说政府机关的人力派遣公司了，哪里有需求，哪里有需要人哈，这个也不问说政策的目标，然后这个人力派遣就到哪一个单位啊，有一些这个搬运行李啦啊，那有一些甚至中午要买便当都叫替代役男去买啊，这个其实我们都收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诉啦哈，所以我真是希望说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替代役男的这个人力的一个运用哈，能够好好的检讨，包括他整个考核的一个机制，因为我想委员，我们都很有意见的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了哈，因为我看说有一些警察在执行勤务，有一些工作是替代役男也在担任相关的这个工作哈。那我请教一下，假如说，比如说因公殉职，啊，那一个警察带着一个替代役男，假如说在执行一些公务，发生了这些意外了啊。那在权力上，这两者有什么差别？有没有？我们替代役的因公殉职、因公死亡的哈、欸，替代役有一套
比照国军的虎系制度，那跟警察大不太，但是我们有一套很完善的啦。我跟委员报告一个个案，大概接近千万啦，对啊，一个个案大概接近千万。所以跟其他的公务体系，比如说他有一些职业伤害或者是说这个因公殉职，他不同的职业别都一样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替代一就是我们替代这一部分了，替代这一部分就都一样。一致，他因公大概有抚恤到家属，那个标准是可以送一份给我，可以是啊，那个前一组，林处长，因为我们在地方上啊，看到政府机关啊用了很多替代役，所以刚刚委员包括黄委员啊、陈委员、黄委员大家提出的意见非常宝贵。你遐囡仔去拢底下做血汗啊，开始没有学到东西。其实跟大家的演绎相差了很多，如何把这个替代役能用到真正能学习又能成长又能接受社会磨练的地方啊，现在看起来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检讨，好不好？你也要提出一个专案报告出来。那大概这边都是替代役，第二幕大概都替代役，那我们继续的进行啊。还有谁？我们进行第十四案的讨论哈，那个林立常委员的提案，你十委一样吗？没有没有，署长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你今麦的依照十四、十五、十六案的一点都会好吧？好，这个十四就是关于我们替代役的。数量啊，数量的问题，那林委员，人数啊，那在要宽列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跟国防部来协调哈。那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人替代役的人数的编列啊，第一个是国防部需求的常备兵的员额确定之后，那么该服兵役的役男减掉这些常备兵之后，剩余的。啊，譬如以明年为例，9600，国防部要9600，那我们还有19000多的役男，就未服兵役公平就转服替代役，一般人数就这样算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优先指引国防需要之外的役男，那就转服替代役，以达到兵役公平了。这是第一个，不说我们都会跟国防部来协调，每年都会协调。所以像明年我们现在都了解它是9600嘛，所以我们减掉还有19000多啊、哦。那后年有后年的情况，那15万。也是一样，虽然是刚刚大家各位委员指教的那个部分哈，就是说希望我们替代役男能做有效的规划跟应用哈，这是同样一个案子哈，跟以上做了两个报告，16要不要继续下去？16刚来吧，到19都同个案了。这几个案都差不多了哈、啊。那其实我也顺便提一下哈、啊。我记得这几年前台湾这个食安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哈、啊，那时候李部长哈、啊，那时候有提过说，当然有提食安警察，后来有食安替代役哈、啊。那后来这个案子是无疾而终吗？无疾而终，为什么？卫福部没有需求，因为我刚刚提到，我刚刚那个听到你说都是国防部报需求来嘛，好、哦，那我不晓得这个流程是怎样，是所有的人报需求到国防部，不是国防部需求常备兵，先确定，然后剩余的役男就改成替代役，那他的各单位的需求才报过来，然后卫福部没有报任何需求，就像八仙城报一样，他还没有这方面需求，因为他有社工的系统。他就没有要求。那石安的我们正式公文问他了，因为委员在委员会里面有对对对对，我们正式公文问卫福部了，卫福部也正式公文答复我们，他没有石安的。那这是当然这是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当发生的时候，当时候那个时代就说没有任何需求。哦，那现在新政府上来要不要讨论一下？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讲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反应蛮好的哈、哦，就是说有些大学的科系，它本身它就是在这方面可以专业的运用，然后它配合中央或地方的卫生署，当那时候是卫福部的人员啊、哦，那可以协助这方面的，因为他们一直讲人力不足啊，
一直讲人力不足，那为什么没有需求？好，我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协调看看啦，哈，就说一方面当然这工作啊那些考核调整真正能够发挥啊他们贡献社会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运的这个的能量啊，但是我们的需求啊其实也可以跟共同这样的来调和了。好了，那到二十起码你的位二十到二十八哈，是第五节里面很多细小的那个林司长，你就一直这样报告下去给每一个委员。如果相同的时候，因为你接下来的很杂很细的，你得搞归纳一下，好不好？好，哦、那个二十到二十八，哎，二十到二十八。对，第二十案是管理我们替代役的諮商的这个工作哈。那我们替代役他这简列五十一万了、啊。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替代役的諮商，我敢保证是做的最好的哈。就是所有役男进来，全部心理素性测验，然后就查出啊。嗯，好，就是给他做一个测试，我们就会列测辅导追踪，然后等到他离开成功岭之后，我们还会列测送到辅警单位去啊，所以这一套我们是做的非常完整，我敢在这边这样讲哈。然后二十一案呢、啊，对，这个刚才讲过了哈，二十一案，那二十二也是諮商的部分哈，那这里面的这个。諮商的做法，我刚才已经报告了哈，那这个请大家能了解哈。然后二十三也是管理面的，这个管理面的问题哈。那这里面二三二四都是哈諮商管理。那我刚跟各位报告，我再讲一个数字好了哈，在104、103，其实依然发生不适应而有自杀的情形，我们。统计只有不能说只有，很遗憾呐、啊，大概就一件两件呐、啊。好、哦，那违法的案件也很少，违法案件大概七八件，那违纪的当然会稍微多一点，就是十多件哈、哦。所以整体加起来，我们如果就伤亡不要讲，像自杀案件一年大概会发生一件两件啊、哦，那这个当我们非常遗憾了、啊。那至于违法违纪那部分，我们违纪的部分我们都加强来管理哈，那这是管理面的问题，我们会全面的性而来检讨我们整个管理机制哈，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好哈。然后二十六也是一样哈，也是违纪案件哈。那么二十七也是諮商违纪案件，諮商案件呐，諮商案件哈。然后二十八也是管理面的哈，管理面的就是。违法违纪的部分，我刚才做统计数字的一个报告哈，违法加违纪，我们做个最新统计是0.08%啦哈，这个二十几件违纪而不是讲自杀案件，自杀案件一年像去年是一件，那前年是两件哈，然后再来就主决议了。各位委员，经过第二幕的时候，我们把各位委员的提案里面呢哈，全部看了一下。大家对于删减啊哈都比较没有意见，但是要好、哦、有一些都坚持要把它冻结起来，尤其在替代役人力的应用改进的方向要去加强。所以我现在征求各位的委员的意见，在第二幕我们冻结5%，啊，请那个役政署要来专案报告，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啊，替代役到政府机关的人力应用改善及改进的方式啊，一定要重点的提出来。啊，经我们内政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我怎么有讲那个手册的？还带些一样，都、就是接来对，但你只能大家讲的报告都要出来，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那第二幕就。好、哦，冻结5%，请议政室专案报告，专案报告，尤其是关于啊，好，经内政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
好不好？第二幕就这样。啊，第一幕的时候啊，都是通案，好，我们就照例好了，好吧？哎，没有一那个委员提出来的，嘿，哎，都是通案的，嘿嘿。啊、哦，对对对啊！好，好，好，黑的宝啊，好，应该出力了，宝，我很好。那我们讨论主决议。啊，主决议第一案。第二，我们照同意，哎。主决议第二案。那我们也同意了，同意。这个都是我们主决议方向，第三案，哎，也同意。主决议第四案，哎，同意。主决议第五案，哎，同意。主决议第六案，啊，都同意。啊，这个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对的啊。啊，基金呢？哎，我们现在讨论基金的第一案，哎，请我们的医生是林市长说明，基金第一案、啊、是讲这个，我们的都房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其实每年到研发替代役到这个基金就用在研发替代役跟产业性质替代役，产业性质替代役是我们陈昭义人催生的哈。那我们都会每年会到各个用人单位去都房，这个我们一定继续做哈。那么第二案讲的是我们的用人计划的审查，好、哦，那我们每年都要审查将近上千件的用人计划啊，那这个也是必须自应的费用。那么第二之后，这个同样一个案子哈、哦，那第三案讲啊、哦，依然薪资啊哈、哦，这个我们都是核实来计算哈，一样，因为研发替代役里面有硕士有博士，它的标准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看人头直接算，啊，必须照他的硕士学位有一定的薪资，博士有一定的薪资，还有他服役的长短哈，都有不同的一个情形。那么三之二，一样啊，跟前面我刚刚报告这个案子一样的哈，那我其实我比较想跟委员直接。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个基金啊，研发基金跟产业性质基金是自给自足的哈，是用人互惠的，用人单位互惠，然后我们来做整体依然的信任跟资源使用哈，那所以这个是自给自足的部分啊，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来编列来运作哈？那一般在运作情况下，现在用人单位都没有意见，我们也会秉持以前的目标，继续啊努力去做哈。你讲我有油饭。刚刚我们黄委员有提了一之一啊，二之一的那个权利哈，一之一那个，报告一下哈。是一之一的部分，委员关心我们的类别哈。我们现在研发跟产性，我们已经扩大到22大类的范围，不是只有高科技啊，我们还有像食品、机械，还有理工、商都不会有哈。但是这个牵涉到用人单位的意愿，它的内容，所以我们都一直鼓励。研发单位能扩及它的用人面哈、哦，那现在已经有22大类了，好、哦，22大类，我们可以继续来加强，针对各个阶段的需求，好、哦，我们来充实。然后二之一是在中这个讲师中等会这个问题哈、哦，这个我们会在我们的课表何时来编列，然后何时来聘请师资哈、哦，然后何时来应用。所以我们不会去把课程，超编啊、胡编不会啊，我们用的都是微采，那这个部分的实际需要来支出的。那么第四是个访查的哈，访查这里面有个申诉案件41968，其实这个不是申诉案件了，这是一个我们向宜兰满意度调查的案件。好，所以这是一个小误解啊。那我们每年都会实地去督访，我们努力去做，让他管理用人单位用得更好哈、啊。那我们也有电话访问啊，之类的哈、啊。黄委，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看法？你怎么可以把人给他们在干扰我的问政？他们两个在干扰我的问政。不要打人家哦，不要暴力哦。
我想，因为有很多的单位需要许多的艺人哈，那我想本席想了解的就是说，你们这些类别是怎么样来弄的？然后这些工厂、这些就是厂商是怎么样来申请等等，或者是有很多的艺人他很想到某些地方去训练，那我们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它？能不能请说明？我们从用人的申请就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审查用人计划，然后每年会结合各界的针对今年的产业需求，然后做审查。其实有一套机制啊，我可以把一套机制送给黄委员来看。从还有媒合啦、审查管理啊。你这一套机制，你今年你刚刚不是说你增加了20几项吗？我们来就是22类，那没有再增加就对了。目前是那些厂商，我们是怎么样？厂商，我们就是请他来申请，然后提用人计划。有所有的厂商，就是你们是公开甄选的还是怎么样？对，我们就是公开去先导去接受申请。你把这个计划一套给我了。好好，那我们这个主席，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蛮重要，因为你怎样嘛哈，因为进这一那哈，他有时候念的，他很想到哪些去机关去做这些训练，或者是再去做一些研发的工作。但是他们申请不到，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看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上面给他们一些约束。黄委员提的意见很宝贵啊，我本来要讲，其实到政府的机关我们都走过看过了，很多家长都怕他吃苦啊，表示我们宣导不够，但是我希望部长跟署长里面依照他们的特性。跟任何的工厂讲，你们要下去行为讲。我晓得中小企业很多，希望这些艺人，能在这边训练以后，等他那个当兵结束的时候，能跟马上社会的接轨，非常重要。尤其保定黄干事啊，不要听家长的太多意见了，假使要开导那些啊艺人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思想在，不然呐、咱这搞不拢给。其实这个研发跟产业的属性替代役非常非常的重要。您爱甲遐艺人讲，无恁就去工厂诶去带就去带，给他出苦，不是在那边享受了，这样才会跟社会结合在一起啦。那看起来，然后所以那个外面都是荷枪实弹的那些，不太想冻结啦，看起来啦，就该紧结了。看起来你是不想冻结，但是不是我不想冻结，我觉得你这个很重要啦，是很重要。就是什么呀？我是想要不然你就我们就做一个主决议，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学校啦哈，那些研究生毕业了之后，然后他们要去做替代役，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那个的，他们能够真的学习，而且真的可以把所学奉献，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我们好像经常接到这样子的一个陈情案。纽约的五个区，从斯坦顿岛开始。黄委员，这个改为主决议还是？可以啊，请他们写啊，写一写。他们写一个主决议，我可以支持他。但是你啊，其实我会支持你，我希望啊哈。你支持我都要去冻结啊。冻结啊哈，安内啦。各位委员，我讲真的话哈，冻结15% 啊。不不不，我一定要逼你们，不逼你们的话哈，你们不把那个替代役真的好好去就业，跟他辅导，本来用意在这边，但是现在申请到行政机关，大家都要轻松，有机会去追女朋友或是怎么样，我都一清二楚啊，管你们做啊，白做啊。对啊，研发跟产训，你要把它介绍到研发跟产训那边去啊，跟社会能接轨啊，到行政机关完全接轨不起来啊。因底下袂搞工课运作嘛，我要老实跟你们讲啊。今年用人单位提9000的需求啊，我们毅然去报名的哈、6000个啦，有些硕士毕业要去报名6000个，我们这样尽量鼓励啊，但是你没办法把它强迫。但是我们尽量扩大在做，我们现在做5000人，是产业5000人，产业也是产业1000，研发4000，好、今年提出来两个加起来9000多人，但是依然来报名就有6000多。啊，为什么报名的那么少？我们会加上先导，但是有不是啊？大家要行政机关，你把它减少了，就会逼到那边去。我是不是跟您恭喜我，你哪里搞脏？我唔捌咯。
迄足济人要做市长啊，人要做馆长，人拢1020。他们希望到行政机关，行政单位的话，希望到行政机关的人多，小弟好差遣，其实对他们未来都没有帮忙。我要跟您讲这个台词啊，好不好？好来，啊，你听了这三个要签啥？你讲啊，啊，主席啊，好啊。啊，你话你都只讲报纸繁字数，现在佮变成主席啊。来小心你这个月阿珍无甲咱做，我无改进，下次我们真的就大大的动作。你这样写出来，没有啊？因为你每次都会来讲情啦，我从30讲到15，我想讲你都要下结论，然后这话佮变佮出来呢，怪怪呢，听无啥会落去呢？好啊。他们看让执政给他们机会表现一次啦，啊，下次我们再来。剩六个月的啦。啊，六个月的。用我们现在啊，哈，用黄委员的提案，你们写一个执政一出来，好不好？但是这个真的要加强啊，好不好？省预算我就不敢把你们那个没有做好的讲出来了。就这样，你把监督机关减少，下都别个下了，啊，好吧，等他们。等他们写完，我们休息一下。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休息十分钟。啊，等你。你按那，不，你来宣布讲哦，休息十分钟，但是延长时间，等到这个处理好，怎么样？怎么样？你来讲啊。啊，无啊，哎。好，是两点再来。两点好啦。无啦。你即马移民署还做按揭，要安怎讲我说？你即马。啊，不啦，移民署跟我说啦，啊，那个，不是啦，议政署跟我说，移民署到下晡来呀，哈，你安怎听呢？啊，就要休息十分钟啊，哎，啊，等一下你们写好了，不好做一个结论出来，写好了没有？写没有？好，喝一下咖啡啦。
现在继续开会。刚刚华文提出来，提案报提案表改为主决议，请我们的嘿。委员提案主决议，提案人黄昭顺委员、李立产委员、陈昭明委员。研发及产业汛储替代役实施以来，核配役燃研额逐年增加，101年度至105年度核配研额合计达数万人次，役助产业之研发动力甚为可观。为细究近年来分配情形，获得分配研发及产业汛储替代役役燃之厂商机构，以半导体、光电、通讯、资讯、电子及产业等机械等产业之申请及核配研额居多，显示资源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应加强产业及校园宣导，以利毅然发挥所学专长，适才适手。宣读完毕。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赖委员。好，这个这个我想我是支持的哈，不过就是还是提一下，因为现在新政府上来之后的那个5+2的新的产业啦，未来也希望能够思考啦我们的一些整体的方向上哈，那做一些调配啊，让这些能够更协助未来5+2这个产业上的一些发展哈。以上提建议而已啦。要不要加一个5+2产业？赖委员、黄委员，不然那个加减的哈。高科合配里头接光电的这几个不是5大产业的了。刚刚好，我原来的提案最好了。好了，凤姐让他来报告是最好的。好好好，好就照嘿。要在这个院前面加个医证书。那在这个最后一行啊哈，那个资深请及合配研研究机构啊哈，预重视应加强。再加一个预重视，好了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预重视单位预算及研发及产业汛储替代役基金啊，已经审查完毕，拟具审查报告函入财政委员会。休息到下午2点继续开会，进行移民署的预算协商。休息。